要的吗？不去一次。然后换我拿一把火焰大剑去，其实也不用，因为拿到好武器的机会很多，但是不一定一定要。现在去比较其他地方高手怪都掉高手的武器。我到了一零五波，我就是要这个。四根。另外一侧也是我。但是变天气在变热。1000个。应该这一侧也会有吧。后来都会有啊，它就长红色。它就长红色的几率也是有。我刚好一口气踩了4根。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附魔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的那个夜光石是不是还不够多，不能附？我夜光石20个哎，我钱有1500，我可以去买衣服，我可以去买衣服了。我想想，我可以去买衣服了。我可以开怪兽。伤人可以买夜行军，然后用大剑。我目前预估做这些事，全部都会上市。哇，要星星碎片，有好多个。哎，我知道，因为打来你也会掉。哦，玩大师我是最不缺星星碎片。因为打了也会掉，
打大师模式，打那个高等魔物都掉宝石，所以大师模式要强化的东西就比较轻。不干。好。哦。强化魔物，再强化的东西。嗯。我没差，反正素材是无限的。好。哦，核心真的很少。400都掉，你说守护者看到我就是像那个吃屎哥看到馆长一样，打了也不会动，霸凌守护者，玩到后面就这样了，大师模式玩到后面就这样。好，强化真的要这么好东西？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强化之后可能素材又不够了，不然就买夜光。像我就不能买夜光了。